你是怎么烂官？这不叫辱骂！您来，这没礼貌。烂官这不叫辱骂。本来您刚刚，你本来就是烂官，没一个公务人员。你本来就是烂官，你到今天，你本来就是烂官。五次，我跟你说。你本来就是烂官，你本来就是烂官，你本来就是烂官。马继强，我听到，您连续讲了这十次的烂官，中华民国的官员都是通过考试通过努力。在座的都是你是什么当官的？你是什么当官的？